Top Con Brand Collection Collection 96 本地 Hip Hop 團隊 TMG Generation TMG 為一班不分年齡階級在屯門認識的 Hip Hop 愛好者現時六位 Rapper 成員有歐陽俊 Real D 阿 Sheng TXT Nody Not TM 和 THM 聽我的歌會變得勵志Just fight for family, I got my loyalty, you should better run 當你願望 TMG, just fight for family, I got my loyalty, one punch 摧毀你的 fantasy, just fight for family TMG Generation 每位成員專注的音樂風格各有不同由傳統 old school boom bap 到搖滾 rap rock 電子 melodic trap, drill 都有所涉獵歌詞內容圍繞生活點滴人生價值觀和社會現況等等今个星期 Brand Collection 找到一对本地的 Hip Hop Crew， 咁我找到佢哋咧，就是因为事源我之前就做过一个访问啦，就是关于 band 嘅啦。但系呢对 band 咧，佢有一个 rapper 嘅，咁我就好好奇问佢：，咦，你系咪呢个 rapper 啊？佢话系啊，跟住话咁可唔可以迟啲揾你哋上嚟做访问啊？今日就找到佢哋啦 ，TMG Generation，Hello TMG，Hello，What's up？ 你有冇啲咩 represent 嗰啲嘢噶？represent 屯門啦、啊，哦，全部都系嚟自屯門嘅。唔系，但我哋嘅隊伍起源系喺屯門。嗯，哦，就喺屯門度認識。系，系啦，系啦，系啦，冇錯。咁點解叫 TMG 咧？一開頭嘅時候係啊，我哋成班屯門仔喺、哦、屯門認識，咁一直以嚟都冇聽講，喂，屯門有咩 rapper 或者有咩 crew 咁樣啦，咁我哋就。嗰陣時又好興驚驚咁樣，跟住我哋又屯門驚咁樣 short form， 跟住就 TMG 咁樣，係。但係先自我介紹一下先，今日揾到五位 TMG Generation 嘅成員啦。咁由我嘅左手邊開始。好啊，我係阿星啊，係一位 hip hop R&B artist。哇！我係 Real D 歐陽俊，係啦，21歲仔啊。呢度係 TXT。呢度系 Nody， 大家好，我系 NotM 环后，依家暂时有五位啦，但系 crew 系应该多过五位噶嘛，系咪？系，冇错冇错。咁你哋依家系玩咗呢个 crew 几耐噶？呢对 crew 其实组成都3年，三四年差唔多。咁、当初认识系因为都系一次嘅 freestyle， 定系都系慢慢累积啊？喺屯门见到。就哇、哦，不如一起玩啦咁样噶。其实都算系 freestyle 开始啊。其实可以话系一个人咯。边个人呢？哦，我哋以前有个 crewmate 咧，咁就喺屯门一起 freestyle 咁样，跟住就佢会出去唔同地区就系 freestyle。咁啱得咁巧咧，佢每次出亲去咧，都会识一啲屯门嘅朋友仔。冇错。咁然后我哋有一次机缘巧合就系俾佢约出嚟一起喺屯门大会堂度 freestyle 啊咁样。就認識咗而家嘅 TMG 嘅幾位成員咁樣，就開始組成咗，係啦、哦。你每個人咧係都係依幾年先開始玩 hip hop 嘅，應該差唔多。我係早少少，係、嗯、差唔多咯，都係嗰排咯，三四年前。全部玩 hip hop 嘅年齡都係三四年嘅啫。當時你聽緊啲咩先？當時最點解會入坑先 ？No Full Friday 。All Friday， 我系 Genius.F 哦 ，Genius.F the future。我嗰阵时系因为细个有听 Eminem， 即系大个咗有咩 XXX 啊，之后后边再听翻香港。我嗰阵时最早系 Met Force， 系咯，都系好细个，嗰阵系小学嗰时候咯，即系都系同阿 Shin 一样听 Eminem 先嘅。咁之后到咗大概可能2年前之后先开始接触香港嗰啲 local hip hop 咯，之后就慢慢有兴趣啦。之后就开始做音乐咁样、当初都系因为中意听 hip hop， 所以先至试下玩 hip hop 啦。因为觉得呢样嘢好 free 咯，即系我觉得喺呢个空间下，我觉得音乐呢样嘢俾到我嘅系好多上心灵上嘅支持咯，主要系，即系我觉得好似冇其他音乐可以令到我用言语表达得嚟，我又唔会觉得好，即系好似好尴尬咁样讲自己啲心事咁样。但系如果我加咗个 beat 加啲音乐，我会觉得系咯，即系可以俾人听到我啲嘢，但系人哋又唔使知道我系边个咁样咯。当初你哋第一次真系试下 rap 嘅时间，都系上网揾 type beat
系啊，冇错，蜕变，冇错，冇错，冇错，一定差唔多咯，都系。再之后啦，真系组到一对 crew 出嚟啦，都系揾 beat， 但系就再揾 producer 一起制作呢首歌。系啊，系冇错。咁你哋 crew 嘅第一首歌系咩歌？第一首歌应该系我嘅，你系啊，哦哦，唔系一班人嘅，系你嘅，系啊，系啊，系啊。嗰阵时系参加咗个学系啦，学界嘅 rapper 比赛咁样，就我嗰阵时开始就认识咗 TMG 我哋嘅成员啦，我就开始做自己嘅单曲咁样，咁就第一个就摆上去自己即系队伍嘅 channel 上面咁样啦。哦，咁点解第一首而唔系你哋每个人嘅 cypher 嚟咧？想讲咧，好惭愧一样嘢，讲咗3-4年咧。付诸行动啊！那个 cipher 咧，由十几人到而家几个六七个人咧，都仲未整到个 cipher。系啦，即其实当初都想做 cipher 嘅。系啦，咁点解最尾冇出现呢？唔系，但系可以解释嘅。其实最主要嘅原因系因为大家嘅风格唔一样嘅时候，我哋都仲揾紧个磨合位。嗯，即系话就话大家都玩咗三年，但系其实我自己觉得音乐呢样嘢就唔系一时三刻嘅。系啦系啦，即使我哋可能就算我当我哋唔玩音乐，识咗十几年，可能呢一年先开始玩音乐咁样啦。咁但系都可能未必会即刻整到首 cipher。嗯，咁你对于 cipher 嘅要求就系、是，哦个 beat 一定系一样嘅。但其实可以转噶嘛，有得翻有得转噶嘛，有倾过。我哋就系一直都困扰紧一样嘢，系我哋应该一次过大家咁样玩同一只风格嘅 beat， 然后去喺呢个风格上面俾大家听到我哋系点样啊？定系应该分开几个唔同嘅 beat， 然后俾大家知道我哋嘅唔同风格系点样？我哋一直都纠结紧呢样嘢。系，即系虽然我哋都系 hip hop 底嘅，即系 rap 底嘅，但系其实。即係就算係 hip hop 底，佢都可以入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砌別咁樣。嗯，即係例如啊 ，TXT 佢有佢有 metal 啲嘅，係 metal 啲嘅。即係我就可能 R&B 少少叻啲啊咁樣。即係阿 D 佢哋就咩可能 real 呢啲會再叻啲強項咁樣。所以就係其實呢啲好難夾咯，即係好難揾到一隻 beat 係真係大家都啱玩，係啦係啦，同埋大家都展現到自己叻嗰樣嘢咯。哦，所以就最后咩选择就可能各自出咗歌先啦，系啦，冇错，或者有机会系 featuring 咁样啦，即系 fit 翻同队友咁样啦，系啊。咁我想知道你当初都冇话特别话想揾啲咩类型嘅 rapper 翻嚟组队 crew 嘅，即系可能系阿星咁样，佢中意啲 R&B 啲嘅嘢嘅，跟住可能欧阳俊系中意啲可能系 trap 啊，或者系其他类型嘅嘢嘅，即系冇话特别一定要拣个类型嘅，其实都系我觉得即系做嗰时系 Monkey DM 阿 Chain 跟住。喂，原来又系住屯门嘅，咁啊拉咗佢。系啊，或者做 crew 好紧要就系最紧要夹咯，即系大家倾到偈啊，吹到水咁样。其实即系冇话因为啲咩，其实我觉得系好尴尬咁讲，其实都因为缘分呢样嘢，地缘咯。即系嗰排我哋系有另一个 friend 啦，刘克啦 ，shout out 翻刘克。咁系因为佢即系好似阿 Real D 讲咧，佢好中意周围搵啲人去玩 freestyle 咁样，即系周围讲究新交友嘅。咁嗰时候咧，我就喺天水围嘅银座啦 ，shout out 翻银座啦。咁之后银座都 shout 啊，有啊，因为喺个我喺嗰度系好多人玩嘅。咁之后喺嗰度，佢一无端 DM 我，唔系啊，嗰个唔系咩，我系窒咗窒啫，唔系咩嘅，放心。见到系啊，放心唔系。之后系嗰个无端端佢 DM 我啦，之后就问啊你要唔要过嚟今晚 freestyle 啊有好多人喎，咁嗰时候我就唔识嘅一个都，咁我咁啱都系见过刘克一次两次咁样啦，咁就过咗去，之后就识到佢哋咯，咁之后咁啱佢哋嗰时候已经有个 studio 啦，咁我就上去玩啦，即系大概一两个礼拜到，咁有一晚咧佢哋无端端打俾我，我记得 Real D 打俾我，系佢无端打嚟啦，之后喂做咩啊 Real D， 即系话你想唔想入 TMG 啊？之后我就咁入咗去，真系好搞笑。已经有 TMG 嘅，系啦系啦系啦，我系后屘先再加入嘅，同阿青一样都系。咁即系话其实系冇乜条件底下，只要系老经屯门，可能已经有得入 TMG。我觉得最主要系因为我哋嘅相处好顺其自然地投契啊，即系可能依家我哋咁样倾偈，你会见到我哋哇，我哋点搭嘴都得啊，即系点讲笑都冇所谓咁样。但系其实喺原路，即系呢3年嚟都会识好多唔同屯门嘅朋友仔，但系我哋都冇一个意欲会话，不如一起玩啦，入嚟对 crew 咯。但系反而系即系 Nody 同埋阿 Shing， 我哋就系投契，跟住就
你有冇呢个意欲啊？我哋都会问佢，你会唔会想即系以 cool 嘅形式一齐走落去？即、就、系、是、至少大家都会开开心心，即、就、系、是、互相扶持咁。系系啊，同埋即系以 cool 嘅形式咧，会有呢个动力多啲咯。即、就、系、是、大家一齐做咁样，哇！自己一个人做嗰阵时好颓噶，摆咗首歌出嚟咧，完全唔想同人讲。系啊，即系你都经历过未有 cool 嘅时间，自己出歌嘅。我试过经历咗。呢、這个算系我第三 group 人一起玩 hip hop 咯，好屎忽嚟，好 sad 啊！全部第三，因为一开始系跳舞，跟住啊跳舞嗰两个 friend 就谂住一起玩，玩完之后，哦，原来佢哋都纯粹谂住当兴趣啊，又唔系话好摆心机。跟住第二队啦，就系、是、我中学同学，跟住就佢哋又系咁样，跟住难得咁啱揾到一班志同道合咧，好有火啊 ！feel 到佢哋。依家你哋仲有冇一个习惯，就系、是、会去翻可能屯门唔同地方度玩翻 freestyle 啊？唉，真系少，难有嘅，唔系有一定有嘅，但系就比以前嘅次数一定少好多好多，因为始终而家有一个自己地方 studio 咁样，即系大家都会多数都上翻去咁样。studio 就专心做歌噶，但系其实都系好听啲讲系我哋系。團體入面的聯誼感、啊、是感情是啦是啦是啦就在上面睡覺啦打 2K 啦休息啦是啦因為休息是為了走更加遠的路嘛 UD 就很睡得的即是我去出 event 或者出 show 呢 UD 你可以見到他點睡都得的即是他攤在那裡睡得企在那裡睡得即係每次佢都可以瞓幾個鐘啊！更加尷尬笑啊！啱啱佢自我介紹應該 A K A O 嚇嚇會會會誒剪走未講嘅剪。你唔使擔心，我唔再自己一個，身邊有好多新嘅同伴。我比較擔心嘅係對你嘅樣貌記憶都開始變得模糊。剩翻嘅相片，你接我翻屋企，两母子合照上灿烂嘅笑容，脑海嘅画面喺医院嘅病房，望住个保心跳机失去跳动，捉住你只手，知道慢慢失去体温，但我仍然抱有希望你突然起身，喺床边一直痛哭，呼吸好难回气，我唔知可以点做，只想好好陪你。虽然以前嘅回忆我唔太记得，但想依靠你，当被误解受到委屈，每间中谂起你，当我感到失意，即使最后一次，都想见你一次。谁也好好家，即使半夜痛苦肆虐，但我路过初春那树，卷起那叶，自我不可。Cause your love so irresistible, now my heart is a企交俾我同细佬责任，一人一半。我可能有啲地方似你嘅系情绪比较容易郁闷。emo 周期循环几个礼拜，利用你嘅青春带我嚟到呢个世界。对你唔够了解，唔知中意食啲咩，净系知你解闷会睇 Facebook 玩下 Candy Crush。校上呢两只字对我嚟讲，可能真系唔太适用。细个天真同你讲嘅说话，履行承诺，实现我嘅明星梦。我都好想翻翻去以前，但已经无谓同假象去纠缠。多谢你每晚为我 call 我皮，只想讲一句迟到嘅爱你。青少年一定叛逆
hip hop 都唔一定系凶神恶煞啦。啱啱听过嚟自欧阳俊 Rudy， featuring 乐队 Apex 嘅主音可盈，有呢首 Dear Mom。